这谁家的孩子啊？哎呀，这么冷的天，这放地上了，这万一着了凉怎么办呀？哎呀，这孩子多可爱呀、啊！这父母真够灰心的。哎，这么小的孩子都舍得扔，我抱回去。好啦，这喂饱了，这还是个男孩子。哎，这么可爱。 以后咱娘俩就一起生活，正好给我做个伴儿。这孩子，他长这么大了，光出去玩，还不回家，天天这是要找。天龙，你去哪了？我都找了你两圈了。你找我干什么？ 你不赶紧回家？找你吃饭、啊。哎呀，我那边刚有大事儿。你那有什么大事呀、啊？作业做完了吗？妈，作什么作业呀？作业我不想写。这不，刚刚，这某他弟弟，在那胡说，他非说我是野孩子，我是捡过来的。你说我能咽下这口气吗？我，抓着他打了一顿。那个小兔崽子。 还说我没有爸爸，这，你说我会饶了他吗？儿子，人家嘴在人家身上长着，他说啥你不跟他还就是了，还跟人家打架。我不管，他只要敢说我，他说一次我打他一次。你看你这孩子，这么大的人了，成天让妈凑不完那些，好好学习。哎呀，学什么呀？我又学不会。你就不会跟妈争口气啊？学习。 不是到时候第一，都是到时候第二，成天跟人家打架，走回去，走回家。知道知道，你别碰我，走。你坐这干嘛呢？吃饭去。哎呀，我不饿，不想吃。你这孩子，成天不让我省心。哎呀，天龙，给我出来！天龙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别动，上屋里走走去。这都哪儿来了？我去。 你，天龙，给我出来！算什么本事啊？来了，干啥？元帅，你掐天龙呢？啊，他算什么本事啊？啊，把我弟都打住院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刚才我听他说，他跟你弟打架了，我还以为不碍事呢。那现在你弟怎么样？还怎么样，元帅？我弟现在都在医院躺着呢。 这天龙，这我不是东西啊！你打我弟算什么本事？你出来给我打！行了，行了，都是我教育的不好，你弟的医药费我拿，你别生气了。我这儿子成天给我惹事，不是给这个打，就是给那个打，成天给人家拿医药费。行了，尊宝，你别找他了，我等会儿就去医院。云婶，我告诉你，这事我跟他没完。 医药费一分钱不能少，我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今天不找他说事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下一次他再敢打我弟弟，你看我不打死他。行，下次没有下次了。这兔崽子，成天是让我气死，这一次又得赔钱了。哎呀，妈，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 妈，不是那尊宝吗？这我今天啊，我打了弟弟，被他给看到了，还打了回去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不要再打他了，上次他赔了他好几千块钱呢。这次好了吧？自己给受伤了。妈，那他老是说我，那我肯定打他呀。那谁知道那尊宝这么厉害，踢到我的腿了，到现在我的腿还疼着呢。 不过你放心，妈，我呀已经找我大哥了。那个大哥说了，只要我给他1000块钱，他就能替我打尊宝。我平常都是怎么教育你的？不就跟那些流氓混在一起？妈，你看你忍心看着你儿子挨打吗？那都是你自己惹事，我还不知道理啊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那人家的嘴咱们人家身上。 妈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可能不理的。对了，这前两天，陪珍宝他弟弟，
几千块钱，咱们卖的粮食不是还有1000多的吗？你啊，赶紧把那钱给我拿过来。你别再光想那个钱的主意啊，没有钱。没有。你这盆子拿过来。没有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咱吃饭用的，咱不生活了，不吃不喝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不信我见面去，我非得去找军哥报仇。你给我。你这个铁蹄子，你再给我跑，给我站住！这孩子越大越管不住，这真让人伤心呀。这儿子把钱给我抢走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也不回家。这么冷的天，也不知道咋过的，我出去找找他。天龙这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真冷啊，前面那不是天龙母亲吗？怎么躺那了？大娘，大娘，大娘，你醒醒啊，大娘，大娘。我那儿子，哎，也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他是我捡来的孩子，切！什么？大娘，你醒醒啊！大娘，怎么回事？有没有人啊？哎呀，那腿怎么还有点疼啊？哎呀，哎，那不是我妈吗？有没有人啊？来人啊！天龙，你干嘛去了？你到现在才回来。我这两天，我不是在外边认一个大哥吗？他呀，我给他爸钱之后，他不理我了，我就去找他去了，结果也没找到他。天龙，都什么情况了？你还去认大哥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不是你妈亲生的？小小，你瞎说什么呢？这你才不是你妈亲生的呢！天龙，刚刚你妈都告诉我了，说你不是她亲生的，你是捡来的。你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父亲吗？你妈当年捡你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。从小韩姨如果把你养大，因为你妈都没有再嫁人。这，难道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妈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了吗？你说，你看你如果把我养大，我还这样对你，还不听你的话，妈，对不起，你醒醒吧。天龙，赶紧把阿姨扶起来，我打120，地上凉快点。来，于婶，慢点。妈。